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一切众生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，从早到晚，我们反省一下，这一天当中，啊，从早到晚，十几个小时，是善念多还是不善的念头多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如果不善的念头多，在现在一口气不来，不善的念头就带我们到三恶道去了，很可怕了。这不是小事，我们不想到三恶道，念念是善念，不善念念头不生不起，这个好啊。为什么要起不善念头？当然最好念头统统归到佛号啊，念头才起就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，不让念头啊存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好啊，那么何其恶念，何其邪见，这都是堕三恶道的啊。何生细念，细念是对于这个世间有贪念，这里头大概最多的是亲情，舍不得离开呀！啊，这为什么印祖常常开始念佛人临走，家亲眷属不要在身边啊，在身边照顾的时候最好都是莲友同参道友啊，他们懂得啊，家亲眷属很容易引起他贪念啊，难舍难分，好了，这就恶道去了，这很可怕。那么有猖狂啊，猖狂大概都是堕地狱啊，作恶太多了，恶习气统统在这个时候起现行啊，祸相非也，不是一种，很多啊，都叫做颠倒，可见凡夫业重啊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，佛以四大苦比，痛不可言，这就是病痛啊，神识离开身体，当然我们还没这经验，但是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说啊，我们的神识离开身体，那个痛苦就像僧龟脱壳，举了这个比喻啊，乌龟，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扒下来，你想想看多痛苦，我们神识离开身体就这样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。那我们想躲避这一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心愿持名，这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，那准备好，那我走的时候没有干扰啊，像海鲜老和尚非常自在，说走就走了啊，看到佛来接引就跟他走了啊，这个身体没有留恋丢掉了不要了
个解脱。啊，所以如果说是有病苦啊，有死苦，痛不可言，何能真念之名？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作念，为什么？怕临命终时痛苦，让你佛号提不起来，想不起来，啊，光是顾得病痛了，这就坏了，啊，这就需要作念，啊，作念不是没有用，是管用，啊，但是不需要作念，当然最好。自己有把握，这个把握决定是阿弥陀佛来给你约定好的，啊，连几点几分几秒都不会错，会告诉你，你那个时候见到佛与大众来迎接，啊，欢欢喜喜走了，这边世界忘掉了，啊，绝不能想这边世界，一想佛菩萨就不见了，六道轮回就现前。你说这多可怕？啊，所以不能持名获得往生。啊，你念佛把念佛都忘掉了，你就不能往生。故知凡夫往生非凭自力，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也。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。那我们要肯定自己是凡夫，不要以为自己功夫不错。啊，自己真的功夫不错，常常见佛。但是那是真功夫啊！如果是假的，你就被妖魔鬼怪欺骗了，他会现佛的像来诱惑你啊，来引导你啊，那不是真的啊！你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啊！你看到谁来接引你？药师如来接引你了，你天天想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来接引你了，那都不是真的。你修净土的决定是西方三圣的本尊呢，不能是别的佛菩萨，别的佛菩萨冒充的啊，要清楚，见到别的佛菩萨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不要理会，不能跟他去啊，要加紧念阿弥陀佛啊，求阿弥陀佛来接引啊，所以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念不颠倒，不颠倒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才能往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